杨宽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自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了，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对抗了。为什么我会用对抗啊、摒弃啊这些字？因为全部这些字是决绝的，是决绝的字眼来的。因为你不决绝的话呢，你就会姑息，姑息就即系根本就唔会改，就绝望噶啦。咁你而家明白点解好些人呢，佢哋永远都系噶，去到某一个光景咧，佢自己话冇出路啊，成日咁其实唔系教会唔俾出路佢，系佢自己整死咗自己，然后就将呢个就赖俾人。嗱，你如果赖俾人都 OK， 你赖俾社工你死紧 OK， 真噶，大有人在。以前有些离开嘅全职嘅就话，哦，而家都冇出路咯，喺教会咁样全职冇出路。但你睇翻佢个私生活咧，你就会知道佢点解话冇出路吓、啊，就惯性讲大话，又贪钱啊，又唔负责任啊。教会叫佢侍奉嘅话咧，佢就请病假，即系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咁样嘅，即系喺石安当中所俾嘅信任咧，佢全部用晒嚟做呢一啲咁嘅嘢。所以变咗好多时候，我心里知道你冇出路一件事系你自己亲手做出嚟嘅。但系如果你够胆将佢赖俾石安咧，咁你就死梗啦。因为神是忌邪的神，石安不是我的石安，石安是辛苦来的，是神在用历史当中塑造的。现在我们所塑造自己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出自于我手，我未出世之前已经很多这些的塑造已经存在了。石安是神的辛苦，你不能够诋毁他，即是他已经尽力做好，做到真的合神心意，你够胆诋毁他，那你死定了。即是你自己衰就是一件事，你还诋毁，所以你能够明白外面很多这些所谓基督徒呢，即是他们的将来的光景会是怎样。而第五点，其实呢我们要对抗呢，就是对抗我们不良的习惯、啊。不良习惯即是说我们容纵自己犯罪的机会。因为记住，不良的习惯呢是即简单来说，你是小的时候 OK， 你大的时候不行的。即譬如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只是讲讲一样东西你就明白，就是口臭而已。口臭。其实你知不知道，如果呢一个卒仔咧，冇机会同人沟通，冇机会分享，冇机会做其他嘢咧，佢有体臭或者口臭嘅时候咧，唔系罪啊。但如果日华系有口臭同埋体臭得好紧要，每次啲人同我倾嘅时候咧，都咿牙松降啊，头侧侧啊，即系褪后三尺啊嘅话，嗰、那个就系罪啦嘛。因为我会绊到好多人，因为我会导致神嘅真理不被人尊重。你知唔知道啊？好多我哋认为不良嘅习惯系无伤大雅，系冇嘅。除非你想同神嘅祝福系决绝嘅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冇任何不良习惯系无伤大雅，冇嘅。你要记住，唔好俾藉口自己。你再俾藉口自己，你就唔好再听，再讲佢啦。你唔好翻教会啦，你唔好信基督教，因为你信基督教，你就去同呢个圣灵去沟通，圣灵光咧系光照埋呢一啲嘢。有啲肉体嘅软弱，我哋继续会维持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性格上嘅软弱，所以你入到圣所嘅时候咧，呢啲光照系去除你性格上嘅软弱，因为我哋性格上嘅软弱会坚持咗好多我哋肉体上嘅软弱，明唔明啊？譬如举个例咧，脚臭咁样，有啲人咧直情咧系脚臭得好紧要嘅，即系佢千祈唔好除鞋行人哋嘅地毡，但佢唔会改嘅，佢唔会直情唔会尝试去。找下医生啊，上下网啊，睇下能唔能够解决，因为佢觉得系自己嘅问题。但系问题你呢一啲你自己呢一啲唔好嘅习惯，导致你有脚臭啊、体臭啊、口臭啊呢一啲咧，其实你系会失见证噶嘛。你仲系卒仔嘅时候 OK， 但系神点可以再高升你呢？就算高升，咪去到某一个程度咪停咗咯，系咪？即系你可能你完全一生都未谂过啊，但系而家我今日话俾你听，圣灵就系会咁介意呢啲嘢。因为点解？因为佢唔会因为想高升你整死一大班人啊嘛，佢高升你越多，佢整死嘅人越多，点可能为你一个人要死一千几百个人啫？边可能啫？系咪？冇可能噶、哦，咁所以变咗你系亲自限制咗自己将来嘅出路，甚至如果喺中间咧，你仲真系啦，冇办法啦，你真系绊到人。因为点解？因为圣灵都直成可以话无能为力啊！因为你嘅嗰种程度咧，你高升咗某个阶段咧，维系住你仲恶化咗你嘅坏习惯嘅话。咁圣灵只能够审判你嘅，
所以变咗我哋生命当中有一啲小嘅不良嘅习惯啦，譬如沉迷打 game 啦，吓沉迷打电脑 game 啦，吓任何嘅沉迷你都知道呢啲系不良习惯噶嘛。但系如果你喺仍然啊神高升你 OK， 一高升咗之后咧，嗰、那个系个罪嚟嘅，吓呢一个你一定要去了解你自己，即系无论嗰种系关于你嘅作息啊，或者关于你嘅日常起居嘅呢啲习惯啊，或者关于甚至系你嘅仪表啊，呢啲嘅不良习惯咧，你都要改嘅吓。呢啲嘅习惯系会导致到咧，如我所讲咧，圣灵唔同你沟通嘅，因为咧。而家你就明白点解我话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日圣灵同我沟通关于我自己嘅嘢咧，系十倍多过关于其他去分享嘅真理啊、灾灾啊、主日啊、示范带啊或者教会方向，系十倍多过，因为就系有咁多嘢要讲，就系有咁多要讲，明唔明啊？但系问题你而家就理解咗点解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牧师嘅时候，能够喺全面嘅，无论系我家庭啊或者我嘅儿子啊，佢哋都会尊重我咧，而唔系我。压迫他们而尊重，连我身边的亲戚他们都会尊重我，原因就是说这个榜样，这个的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所教我的嘛。你知不知道圣灵所教导我的连仪表都要教埋的嘛、啊、就如我所说跟大家说，甚至第一年我连眼神都要对着个镜去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念念不忘，每一次我灵修的时候呢，念念不忘呢是一定要注意我自己的仪容啊、面容啊，个面容唔好俾人觉得你猥琐啊，面容唔好俾人觉得你好似无知咁啊，或者甚至俾人误会咗你嘅态度啊，呢一啲咧其实系好多次好多次，我系每一次灵修嘅时候就发觉，咦，我要处理呢样嘢，每次灵修嘅时候发觉要处理呢样嘢，一路成长过程当中咧，其实关于我好多好多呢啲嘅不良习惯，或者甚至呢习惯未叫不良，但系将佢长大嘅时候就会变成不良啦，即系话唔善用你嘅时间嘅习惯啦。或者起身的时候你、做的每样东西，其实起身的时候由我刷牙啦，饮一些的营养饮品啦，至到我、去因为注意身体健康我做的血清标啦，全部是有排列次序的嘛。因为这样最悭了我的时间，也是让每一样东西达到最好的效果嘛。因为就算你饮 supplement 之后你做的好些东西呢，或者热身运动啊等等，都会能够使到 supplement 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的。因为你不是喝得多就可以了，因为身体喝得多的时候你的肾是负荷不到的嘛。如果你那些是合成的营养或者维他命的话，你的肝都负荷不到，你不是喝得多就可以，你是要将它发挥得最好的嘛，是吧？所以这些就算你不整理自己你的时间表或者你做事的排列次序，都已经是算是不良习惯的，细致到、啊、那你才能人所不能的嘛。但是圣灵是他完全不介意跟你谈这些，而并且他很想跟你谈这些，当你倾惯呢啲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你嘅恩赐运作简直咧系可以话系劲到疯狂。咁好啦，当我理解完第五点嘅话，咁第六点咧，相对就系对抗我哋不良嘅嗜好。记住，仍然系对抗吓。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心渴望侍奉，要战兢，衷心献上我的心声。求你倾听，恻然回应，请塑造炼净这器皿，将污秽过错也洁净。求你指引一生路径，在我心不住的呼声，是要倾出心意侍奉，愿你将我悦纳在我改正，而我身心灵要敬拜，让这器皿被更新洁净，来里谦卑破碎，让神高升，请塑造炼净这器皿，将污秽过错也洁净，求你指引一生路径。